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想过，我这一手上拿的是太阳。不是，太阳怎么超强的、欸？真假的？他补时刻的这盘棋不就是画上完美的句点了？凯撒，这把太阳不是 key player。凯撒先吃，凯撒先吃。我投给电梯门加100次。哎、欸、喂，杀掉，杀掉，他怎么杀？